怎么了？一个高兴，一个不高兴啊！你看我这，就这一个快递，那边就三个快递。我天哪，妹妹老是这么多快递。没关系，你这一个就比那妹妹的三个好。想让姐姐拆开，看看吧。打开看看这个，姐姐这个里面是什么呀？肯定不是好玩的。什么呀？哇！打开看看，好漂亮呀！看着是过年了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我看看。妈妈，这是我的。哇，有一个这样的。是我的。哇，你两一一个，谁要的？我这个不好看。来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哇，还挺漂亮的，姐姐这个跟那个那个什么有啊？对对，女老鼠。我看妹妹这个呢，哇，妹妹这个是一个这个皇冠，小公主也挺可爱，是不是？妹妹看妹妹的快递是什么？来，妹妹打开，妹妹里边是什么呀？哇，这么多的牙刷呀！我的个天哪，这都是我和你爸爸的吗？他那个小的是什么？小的肯定也不是虎纹的。打开看看就知道了。牙膏，我觉得是牙膏。怎么去了牙膏就牙刷吧？啊，怎么也是牙刷啊？是我的。啊，这也是你的牙刷是不是？我没有。姐姐拆了半天，这不一个藤花吗？